古巨基和方浩文嚟紧将会合作开演唱会。呢日记者会上面，基仔就话想请教一下小明生仔秘诀。小明的生仔秘诀有冇得请教？系撞彩嘅，我呢个生仔秘诀系真系好嘢啦，所以都系要顺其自然嘅。系咁我谂住即系睇下后面有冇机会，因为我睇阿小明阿、小明嘅相咧，我就睇过啦。睇下之後有冇機會見到佢真身咧？會啊，會啊，會帶佢出嚟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小朋友啊 ，BB 嘅嗰種氣場咧，等我吸收一下，睇下會唔會幫助到我啊？我又搞翻個先。我話好喎、啊，大家聽到呢句，即係好矛盾啊！積極工作又積極做人，積極工作咧佔據嘅時間又多，咁而積極做人咧亦都係需要時間嘅咁樣。咁所以，我諗要喺工作。即係忙碌的安排底下，看看點樣可以安排好多啲即係私人時間啊、生活上的時間。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面見到基仔和周慧敏、林超賢導演的合照，不過很可惜，基仔話不是傾合作拍戲啊。好耐冇見，咁於是乎就約啱啱早前就約咗佢食飯咁樣，咁啊因為。你見到 Vivian 咧，係因為 Vivian 係阿 Lam 嘅女神嚟嘅，原來咁我就俾個驚喜阿 Lam 咯，咁啊就安排咗一齊聚下咁樣。